啊，感动说呢，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，让我们呢得以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文化创业园区哈。南台大学在戴校长支持之下，我想啊各位都时常推崇啊，每一天看到有关于啊我们南南台国际大学的一些报道。成烟酒购办局的台南分局，那后来呢？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，由文建会的时候，把它列为我们的五大园区之一，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示范点。是，戴校长告诉我，他说想要在这个地方来创立一个文化园区，文化部非常支持，说非常好，我全力支持，所以今天有这个成果，也是应该感谢文化部的支持，戴校长的努力。哎，是走出这个象牙海啊，不是只有在写 paper 啊、写文章啊，还要务实的跟企业界结合、跟社会结合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段，我们以学校的这样氛围来经营这个园区，我在这个地方要跟所有在座，或是所有我们台湾世界所有的好朋友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个园区不一样，我们一定会把文化创意好好的推动，我们一定要跟产业结合在一起，这是我们的承诺。